先来一杯。口味音乐，这个在喷气度的时候，它俩可以交错。那你啊啊啊！哦，那气度是八秒，正好吧？那就八秒，我们再换个位置，然后到了地方升。可以，可以。那这个地方就是升是在你唱高音。镜子，所以我发现我一唱完，我发现两道光就啪打在你们身上，我就，我就一直在，对。但是我想把我的光放在一个在那儿，一个在那儿，就没人了，所以我就在找位置。你在找的过程中，就是你知道你逗猫就拿一个手电筒，啊，对，这么搞，啊，你。太棒了，我是人哦，你是猫。哎呀，你来在口袋。不然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？要擦干净才能照到人。搁个镜子上。前面镜。好。干嘛？我好像两个门童。我这就是门童。哦。对，而且下次之后要很久。姐姐，你还有后彩哦。你闭嘴吧你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这是白衣服哦。我也没知道，为什么那么瘦？我可以闪一下观众吗？确实是。我已经看到他黄色，为什么要向前？这么闪？你右面那个特别闪。因为我的这个衣服也没有办法录，所以我要换件衣服跟你们聊天。不是，稍等一下啊，我要这样。我换衣服吧。好，他要不要换衣服啊？不用，真的不用换衣服吗？不用。你看这个还有吗？那不用换衣服就这样。你的麦。那你们一般晃怎么晃啊？从左晃到右吗？晃。先中给他特写的话。哦。就是这样。好。再往上。我要把它全部展现出来。还是需要力气。不展了。辛苦。